专心滑手机，都没注意到行踪曝光啦。发现这个佩奇的事啊，到他那边去房子租了，是因为有签约，那现在还没有入住。原来威尔森飞来台湾后，从网络的租屋广告中看上北市南昌路二段一栋旧式公寓的分租雅房。前天约在中介公司签约，威尔森付了部分租金和押金。后来中介公司看到新闻，惊觉这个租房子的外国人就是威尔森，立刻报警。我们只有得到一个来租房租屋的那个信息而已啊。那现在我们是真的没有发现到这个人。那我们现在目前还在持续的查处当中。突发中心行踪成谜报道。